目前呢是分林地基土豆的采收期，有一挂农民会伫路边拍土豆，也唔过哦，有农民无申请路宽封路，造成桥多摆民众去弄到农用的车，加在是无介严重哦。几乎嘛，呼吁农民哦拍土豆得爱申请路宽，不会受到处罚。三亚道路边啊，放一支交通顺警示灯，边啊搁停一台农用车。二三下暗六点过，一个姓吴的骑机车经过后尾科学路三亚道路时，就是去弄到这台农用车。经调查，原来是一个姓王的农民无申请，就加路尖的直接来拍土豆。迄时阵，人家就讲什么土豆拍掉，啊，伊个警示用品就什么三角锥，我有甲问讲，安尼也无踩三角锥，啊，过伊车就是无。不有农作使用道路需求，应依规定向当地公所询问申请，切勿任意于道路上堆置置放足以妨碍交通之物。警方表示，最近是分林土豆的采收期，警方甲公所规划专管203个产业道路空地啊，提供予农民申请路宽拍土豆。公所也提供交通顺警示灯，予农民使用。呼吁农民都要合法申请，避免引起争议。因你若拍到人，一定有客啊。拍到刀的人，伊拢会客，客在伫边啊，即个位置，咱唔敢袂去搞着。我们有申请路权的地段来复赛，不要擅自围路啊，以免影响民众的出路啊。一旦发生车祸，还要。负起这个损害赔偿的责任。警方表示，加在这个骑机车的弄到，干那卡小块受伤，机车毁损，后续依照交通事故定书处理。呼吁农民若无申请路宽，就占用车路来拍土豆，依法会当罚1000到2400。记者综合报道。